半年过去了，我来拿这半年存的东西。好呀，在哪儿呢？啊，找到了。谢谢。还没结束吗？我的心还没好起来吗？钱和岁月我都没有留住。这是你半年来的所有东西了？没有别的了吗？没有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这些都不要了。那这些给你，七月顺，八月顺利，九月甜蜜，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有钱有闲，拿走吧。下半年岁月会对你温柔以待的。再见了，答应我，下半年加油，加油。